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。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，美国经济整体向好，美元被高估10%至20%。二、英国脱公投前市场焦虑不安，国际油价亚市上扬1%。三、法农表示，脱欧公投将主导纽元，以做多澳元对纽元。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23日，星期四，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三表示，美国经济整体良好，增长将重获动能。尽管美元估值过高，但该组织警告道，太多的美国人放弃找工作或者生活在贫困之中。 IMF 在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年度评估报告中称，预计美国2016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2.2%， 四月预期为 2.4%。但该组织仍认为2017年经济增长率将回升至 2.5%， 同时通胀率将缓慢升向美联储 2% 的目标。该声明显示，根据美元对一篮子主要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， IMF 目前认为美元被高估 10%至20%。 拉加德表示，过去12个月美元升值或许是受到不确定性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。大宗商品价格通常会直接影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估值。国际原油价格周四亚市早盘反弹近1%，隔夜由于美国原油库存降幅小于预期，油价曾一度重挫近2%。目前市场正屏息以待英国周四晚间或周五早间的脱欧公投结果，在这之前市场料持续波动。周四，美国原油期货上涨0.98%，报每桶49.60美元；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0.86%，报每桶50.31美元。美国能源信息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6月17日当周，美国原油库存减少91.7万桶，至5.3063亿桶，为连续第五周减少，但降幅低于市场预估的168.1万桶。同时，汽油和硫分油库存均增加。EIA 数据还显示，美国汽油需求过去四周按年增长3.9%，但上周汽油库存增加62.7万桶，硫分油库存增加15.1万桶。澳新银行周四表示，大宗商品市场正面临基调继续支撑价格，但涨势仍受到限制，因投资者等待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。周四亚市盘中，英镑对美元于平盘附近窄幅震荡后略微走高，目前回吐涨幅交投于1.4814一线。野村证券表示，英国若如该行预期般留欧，即使货币中最大的输家将是日元和瑞郎。核心观点如下，尽管本周美元对日元的反应并不令人鼓舞，但仍预计将迅速上测105.0，短期可能上摸至107至108，但截止周五收盘前料交投于105.00至106.50区间。若英国留欧，欧元对瑞郎料也会复苏。即使近期瑞郎交投具有弹性，但最新资本流数据显示，中心资本流仍利空瑞郎。随着市场避险需求的消退，欧元对瑞郎复苏至1.10。北京时间10:02，英镑对美元报1.481416。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，感谢您的收看。